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FY， 好久不见了各位，来，我们今天呢来帮 P 大抽一下卡箱吧。这里总共有22,000张啦，是硬要去算的话，大概是55箱。然后呢，为什么 P 大叫我抽呢？其实他原本自己抽就好，但是呢，他今天已经抽了10次了，还没有中那传说中的过热伞。对，10箱哎、欸，30%哎、欸，应该说20%几率吧，不是30%，因为这边可以看到说它的几率只有20%而已，然后另外10%是其他骰子，所以正确抽不到传说骰子几率有70%。他10项里面是有抽到其他的，但是我们就不管了，我们就直接给他来，直接先抽完，然后再感受一下看有没有。我们目标呢是抽到3张就好了，只要抽3张，我们再加上490块的那个，就可以直接到9等骰。对，我们的目标就这么简单。OK， 来吧，我们先来。20,000下去了，是不是每次更新都可以开几个人来抽一下？我觉得这样很像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了。OK， 来吧，现在第一个10连抽是什么都没有了。然后可以看到他一开始的钻石是有到89,000，八万九，看这钻石比我钱还多哎、欸，靠北，这个钱有57万哎、欸。好，来吧，我们继续。第800抽下去还是没有任何的船，哎、欸，顺便看一下好了。他现在是可以把矿山升到满，我矿山是还蛮想升到15等的，不过升上去的骰子都会浪费掉，我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舍就对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给他下去。现在已经到60万，这钱抽完应该有办法100万吧？我记得一次是20,000多啦，我可以抽50几次，然后现在1,000多张了，30抽下去什么都没有。来，我们继续，现在是封骰子也没有。来，我们继续给他感受一下第一，哎、欸，40抽。50抽了，来再看一下 ，OK， 好，没有，来第60抽，走吧，有这么难吗？真的有这么硬吗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我现在不求什么，我只求有传说伞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抽传说伞几率很像又变低了，你知道吗？从以前到现在就没有高过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可以10抽3个啦，我10抽1个都有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看过10抽3个以上的。我现在蛮期待有机会可以看到啦，大家这个时候就应该感受到我拍片到底有多么的无聊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无止境的讲下去，这大概是我拍片的状态。我现在是强迫自己不看聊天室的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继续，没有一颗传说骰都没有哎、欸！现在从22,000抽变成18,000张了，我们已经抽了100抽以上，有了第一颗暗杀骰子，有没有那么惨啊？我之前帮那个 Zin 抽也是100抽抽出一颗月亮，如果我们100抽可以抽出一颗月亮的话，其实还算蛮划算的啦。来，我们继续，我们继续，现在是17,000抽，我觉得好硬哦、喔，真的好硬哦、喔。然后每升级一次要40万啊，如果我14要升到15的话40万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升2次而已。这个游戏到后面真的是有点硬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出他个200万的活动啊。200万活动多出我觉得是好升，一年一个月出一次嘛，对不对？赛季每次都改版了，那活动一个月出一次感觉也不过分嘛，你说是不是？来啊，我们继续走下去。传说呢？我总觉得 P 大把这个给我抽，很像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自己抽这个的运气真的没有很好，我抽这个我把它当作是在赚钱而已，完全没有把它当作要抽传说骰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像没有在这里抽到全新的传说骰过，就是如果我刚游戏刚出的话，传说骰我很像是没有在这里抽过的，我都是直接硬买下来的，完完全全没有东西。我已经抽到100万欸，还是没有欸。然后现在从22,000张，现在是15,000张，我们才中一颗暗杀骰而已。很像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凶残，对，来我们继续，现在还有14000，我们真的第14000，有点惨，抽，不行，我要继续抽下去，来，我们继续，有没有机会？我相信这个时候在这里再飞，我跟你讲，另外隔壁那边应该不会飞得多惨啊，现在什么都没有、欸，哎，太扯淡了吧，真的太扯淡了吧，来个传说，真的，来个传说。我觉得给我一次双传说，我就可以把它当成一面景了。我也没有帮别人抽，也没有录过一次双传说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再看一下现在这个状况是，基本上他现在剩下赌博骰已经14等了，然后这个弹弓骰可以往上升了，然后剩下全部都可以升满了。有啦，新骰子还没有给他升满，不过也快了啦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我已经抽完一半了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等一下，这太扯了。好，一样没有任何的骰子可以用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我抽这个很烂哎、欸。我记得没错，还有一位观众说他准备了50000张要给我抽，50000张哎、欸，50000张的话总共是多少？100哎、欸，还是80000张啊？200箱，没有。哎、欸，这传说骰1%的几率，我一次抽10张，这个%数应该也是高于1%，高于1%吧？对吧？高于1%吧？
欸，这真的太夸张，太扯！从22000抽到11000，我们只有抽到一张暗杀骰，拜托啦，拜托啦！有了哦，流动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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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动我觉得还算不错啊，在上一个世代，我不知道这个世代会怎么样，但是还算不错，这个骰子也算蛮强势的，蛮强势，蛮强势的。来，22000、11000抽了两张，就两张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以前隔壁 Leo D 跟陈小弟他们在抽的时候，他们都还蛮爽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对，真的都蛮爽的。我这样比抽卡的话，我很像真的是飞到一个爆炸，我就把它当成钱而已。我们刚从70万，现在变成120万了啦，还是没有。哎，来个科隆嘛，拜托啊，来一个啦，拜托啊，行不行啊？求你了啦，求你了啦。哎，真的。两张欸，我觉得这个几率有那么一点夸张欸。我们这样算下来算50抽啦。欸 ,500 抽啦。500抽连一张都没有，其实蛮夸张的欸。至少100抽会中一张，你知道吗？按照正常几率的算，我们连不正常的几率这样算下去都没有中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给他搞一下，我们已经低于10000张了，你知道吗？剩下8000多张什么都没有。我剩下最后。欸，干，我不敢再抽下去了啦，干！来，我们这一项抽完，剩下最后的200抽，200抽就是20次10连抽，20次10连抽的情况下，我们来继续，22000张，两张，所以平均10000张卡片一张，有没有人可以比这个再更低一点点？10000张，10000张一张，哦，有了，第三张，欸，快可以，快可以把平均值拉回来了。暴风雪，好啊，暴风雪就欠改版了。暴风雪欠改版，第三张22000抽一三张，22000抽三张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再往上一点点，有没有机会再来第四张？没有，第四张，第四张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没有欸，刚好硬哦，6500，剩下最后的150抽了，150抽好歹也会有一张啊，真的至少会有一张啊，不然的话真的太夸张了。真的，来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！我让这自言自语下去真的是非常孤单，你知道吗？我必须要跟大家讲，那个拍片的这个孤单程度真的是不能比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当作你在跟别人聊天，现在就算有人在跟我聊天，我还是当作没有，因为这样影片才正常才自然，有没有？来哦，走呗走呗走呗，还有最后的120抽，什么都没有哎，干什么都没有哎，三张传说骰而已。三张欸，正常而言的话，应该是每4000张一抽传说，最烂最烂的情况下，对。然后我现在22000的话，最少最烂应该要有5张，5.5张，5.5张，5.5张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只有3张，我应该有高几率可以抽出剩下的2.5张才对啊，有没有那个机会？剩下的欸，干，我不敢再抽了啦，干，真的不行，这真的不行，这真的不行，干，这太难了，这真的太难了，干，欸，太夸张了啦，太夸张了啦，2500张，我们还剩下60连抽，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真的太夸张，好啦，再多一张就好，4张啦。平均值以下也可以啦，就只是这一局就像说当做赌博赌输了嘛，对不对？平均值以下我觉得好像可以，可是以下也太多了吧，这以下真的太多了。我们从70万现在抽到了170万，我们钻石从8万钻抽到9万钻，结果呢，欸，我们抽出了3颗传说骰。好啦，我们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把它当传说骰在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当钱，我们就当钱在拿，当钱在用，好不好？传说就是 bonus， 就是 bonus 而已，有没有机会？来两张，一次两张，拜托，一次两张，一次，干太惨了啦！哎，欸，真的太惨了啦！我们一张，我一张一张来，一张一张来，来哦，毒骰、风骰、火骰、铁骰、故障、冰骰、赌博、矿山、祭品、点刺、光骰、裂痕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公骰、赌博、弹弓、石头要来哦，再来应该就是传说骰。了吧，干！22000张，好，我还有2抽，我还有2抽，
最后的两抽，好啦，我觉得我该谢罪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这不是重点，这边的黑都会放到这边的白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就准备来，来，我们来吧，我们来吧。钻石宝箱的 20% 的几率，然后呢，我有跟皮大说过啊，我们的标准抽到三张就好了，就三张，就三张，然后呢，然后就再说，我们抽完三张，哎，这支影片我觉得差不多了 ，OK， 那我们就走吧，我们看一下花几抽可以抽到三张，我自己的状况是花了11抽。我而且是还不包含前面，他前面已经抽了22000张了，这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夸张就对了。来，走咯，走咯，走咯，来，走吧，应该没那么惨吧？20%的几率给他上去吧，20%应该有了。我们直接一次打开，第一抽，第二抽来了，有没有机会？第二抽穿。我记得没错的话 ，P 大会叫我抽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抽了十抽，虽然说没有中热，没有中热过热，但是其他骰子都有，还有还算可以啦。我们只要供到过热就好了。第三抽，干连传说都没有哎、欸，干太夸张了吧？第四抽了，你知道吗？四抽上，屁啦！第五抽，第五抽。上，哎干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怪怪的，我觉得怪怪的，我觉得怪怪的，连一颗传说都没有。第六抽，哎不对不对不对，这真的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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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颗一颗开，三，不对，不对。第七抽，干不是吧？哎，连传说都没有哎、欸，干连传说都没有哎、欸。第八抽，看我十抽，我要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可能一颗都没有吧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几率是不是写错、啊欸？不行，我觉得我要先重新，我要关掉，我要关掉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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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宁愿花多花那75钻，太诡异了，真的太诡异了。我这边关掉，然后我重开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太恶心了。这个几率真的太恶心了，太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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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我就要重洗一下，重洗一下。好，来哦，我们重新哦，我们已经抽八抽了，42次嘞，再加上今天 P 大抽了10抽，已经抽了18次嘞，一颗船一颗过热都没有哎，这到底怎么做到的？来哦，来哦，20%几率应该不会太惨啊，我看到有人留言是10抽7传说哎。10抽7颗过热哎、欸，来哦，再十抽，我们再十抽，好，一次打开，干屁啦，屁啦，哎、欸、不，不可能啊，这真的不可能啊，哎、欸、如果我抽到剩下34，连一颗传说都没有，我觉得先不要抽，我觉得要先不要抽，我觉得怪怪的。真的太夸张，这个几率一颗传说都没有哎、欸，全部中70%呢、欸，这不可能啦！哎、欸，这个几率实测太夸张了，一颗哎干，哎、欸、有了有了有了，各位出来了出来了，我们抽了14抽，终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，哦。哦，有了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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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边刚，我记得在影片里面也还有人提到啊，他说为什么我已经提早知道了？因为这个，只要当这个出来的时候呢，哎、欸，你就知道你已经抽到了。欸、有了啦，有了啦，干，干太难了吧？来一次打开，有啦，过热哦，干，来我们再抽出2颗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20%几率有那么难吗？啊，我10%几率比他高，那不行啊，不可能啊！而且才只中一颗传说，你知道吗？有了，有了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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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有4次，我再抽一颗就好，我再抽一颗就好，我们抽中3颗，我们就收手，
我们就把账号还给 P 大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把账号还给 P 大。干太难了啦！欸，真的太夸张，太夸张！再来，干！欸，拜托，这两次内再中，拜托，两次内中，两次内中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下去，最后一次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有了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！干，我没有很开心哎。干，来，我觉得有机会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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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五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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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了啦，就最后一颗，久等。抽出来就好，好了啦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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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啦。哎，你换个角度想，这是10%的几率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再来，再来，有没有机会啊？拜托，拜托，我要的是20%的几率，我不要那个10%的几率，10%的几率太烂了，真的。看，哎，看。看我，看，哎，不行不行啊！火骰、铁骰、赌博、冰骰、能量、裂痕，看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再抽，我们抽25次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啊？拜托，他刚刚钻石都已经快花光了，你知道吗？刚抽的钻石都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拜托啊，就只要一颗。哎，这一次怎么那么硬啊？这次太硬了吧！太硬了，太硬了！风骰、冰骰、故障、光骰、裂痕、雷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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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它的边边，它的边边，它的边边，你们有看到？有吧？有吧？第25抽，看什么？刚好，干，这真的太难了，这真的太难了。有啊，它的边边有问题，它的边边不一样，它的边边不一样。有了，有了，好了，至少，干我抽了25次、欸，加上 P 大原本抽了10次，我们总共抽了35次，才抽出3颗就过热骰子。我那个账号今天抽了3次，欸，抽了11次才3颗，好像上一次比较软，这一次怎么硬成这样子？然后我中间有中2颗传说骰，所以我们抽了35次，5颗传说骰，然后前面的22000抽，22000张只有2张。OK 啊，好啊，大家继续自己算啊。OK， 好啊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是 PFY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3、2、1，拜拜。好，没有，其实我没有真的拜，我只是做一个影片的结尾就对了。OK， 哎、欸，干这太夸张了啦，干这太夸张了，这真的太扯，这真的太扯，真的太扯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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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台风，哎，P 大没有拿过台风骰吗？等一下，该不会台风这一包，该不会台风这一包 P 大是拿第二次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哎呦 ，OK， 好了，谢 P 大，没有没有真的拜，没有真的拜，25箱3过热，3箱3过热，靠一下没有啦，我只是为影片做结尾而已。来，我们接下来才要正式开始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个账号还没有抽过台风？这么久过去了，11等台风说没有抽过，这认真，而且这台风的数量有20几颗，哎，哇靠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P 大，来，我这边就不帮你点喽，我这边就不帮你点，你享受一下，看你要怎么点，还是你要直接拉上去，你再享受一下，来来来，我也是昨天才抽到转移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11等23颗，我有刚才教官没有啊？还没，才刚开始而已，才刚拍完第一次影片而已，你知道吗？今晚夜漫漫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一下还要开始，我要开始弄我的账号了。我之后等，通常我会等到拍到完才会借 P 大12月的账号来拍啊。所以，对，所以应该比较不会用12月账号拍，因为12月的账号拍下去的话，那个画面会太凶残，你知道吗？7箱上过热酒，7颗3传说，是不是？原来也是个假外挂。有什么推荐的冰吗？什么叫冰？冰是什么东西？冰是什么东西？来，我这边先记录一下，各位。
早餐台，也不知道早餐台那么凶残啊，早餐台又太可怕了，搞不好钻石多比较难中，官方在搞回收钻石计划是不是？来，我这边先缩小一下，好，我这边记录一下，022，等一下，002220，暗杀是那个你在刷手球，刷过热黑豹。OK， 好，行，那我这边就把我先把这个账号关起来，我就先不动它，不然到时候动到。好，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这边好像不能乱点，点的话会直接关掉我的 OBS。来哦，先按叉叉，有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好了，皮打账号可以登录了，账号可以登录了。那我这边把我的账号给他开回来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回来了回来了。嗨，凯叔早安，嗨 Joker， 不是早安台。如果有什么组合想要跟我分享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话，就在 Discord 里面私下留言给我吧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另外 Discord 群已经开放了，如果想要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话，欢迎进来吧。虽然我不常出现就是了。